巧打棒球。什么东西呀？咦，好奇怪呀！瑞瑞肯定知道的。咦，嗯，哦哦，瑞瑞，有件事我想问问你。哦哦，有什么事问我啊？瑞瑞，你看这是什么东西？棒球，这可能是小马老师不小心丢的，我们一起给他送去。奇怪，跑哪儿去了？会在哪儿呢？哎，欧欧和瑞瑞怎么来了？小马老师，小马老师，欧欧，瑞瑞，找我有事啊？小马老师。这是你丢的球吗？给，就是他，我正在找呢。我在宿舍门前捡到的。哎，谢谢你们啊。这下有球了，我来教你们打棒球。好。来。你拿着球站到球门前的横线位置去。好的。给。去吧。来，开始吧。投。你好。这一下可惨了。哇哦，好球。头好晕啊。我没事。哎，看。嘿，我没事。我是谁呀？你来拿球吧。哎。给。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球棒！什么事能难得倒我聪明的欧力牛呢？这是作弊呀！没事的。准备击球。瑞瑞，准备呀！啊！
哦哦，打得还不错嘛。是吗？再来一次。好。来啦。哦哦，我要开始喽。小心呐！你没事吧？哎呦，我没事儿，瑞瑞。哇！我都看见了，你们作弊！做事是不能够投机取巧的，你们要靠自己的真本事。小马老师。从现在起，我一定会认认真真打好球的。哎，这样才是好孩子。快来吧！接好了。哇！是门雷的！哇，太棒了！投机取巧只能是自欺欺人。只有自己努力，才能够取得好成绩。